等一下用听的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叫做 LED 的沟通板。那那个 LED 呢，其实就是上面的那些灯的符号。那你们刚刚可能有看到，它有那个灯有一排一排的跳，有没有？现在这些灯，它也是看到大家有看到绿色灯有，彭伟现在在点了 ，purple 吗？噔噔呢，这样一排一排的跳。那呢，在选字的方式的话，就是彭伟先让这些灯啊，有没有的啊？对对对，它的灯会跳，然后彭伟利用手上的手上红色这个按键，然后把它输入进去了。对，然后彭伟的手利用呢去触控它的按键，就可以选这个灯号跳出来的字。鸡，现在选了一个鸡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看彭伟要选鸡一。彭伟用的这些 LED 的灯号在跳，然后他就控制大家。大家，大家好。大家那些人可以先写卡片。好，来小朋友，那因为老师其实他有不方便，其实等一下我们先让老师慢慢的有时间写，因为你们一直在看，可能老师也会很紧张。那我们先让小朋友，我们先进行体验。所以来，小朋友，我们先回座位。好，我们让。前面两个字哦，只有 B 人拿，来，前面两个字 ，B 人冲 ，OK， 好，不要给对方看到哦。当 B 人的人不能讲话哦。拿不了啦。对，要专心点，你不是对的。都猜完了，交换拼音整句好不好？猪头还给你，猪头。三尊。有时候可能会按到删除键，对啊，就是会按到删除键，而且如果拼错字的话，你也会觉得他一时用不清楚，就是变得很奇怪。哦，好厉害！可是如果比如说他拼错字，可是你觉得他怪怪的，你可以稍微改一下。对啊，对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敏真说的？如果弄错的话，是不是搞了很多次都搞不清楚？对，然后不然就是你又猜错他的意思，就是说我想要喝水，结果你给我喝果汁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要上小号，结果你把我带去上大号，不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病人不是很可怜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子就一直搞错他的意思。他就没办法就做正确的行动。对哦，好厉害哦。对，我们谢谢敏真。因为你刚刚你的那题特别难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是在那边搞了半天都搞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然后你发表一下你的感想。那个就是注音，就只用到两个，然后问几声，然后都还，所以还不知道要用哪一个数。对啊，刚刚他这一题，他这一题超难的，是什么？数到难于上青天那个数到，就是说如果跟他配合的这个默契不是很好的话，可能搞半天都搞不懂，对，可能搞半天都搞不懂他到底要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举手要讲的要先想好你要讲什么，想好还是
你要再想一下。没关系，你站在这边，跟同学站在同学老师旁边，然后跟他同学讲，没关系，我陪你啊。来，快点。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让自己更快乐。哦，好，感谢老师，谢谢谢谢。你看我老师笑成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当个渐冻人是很辛苦的，因为如果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别人帮他，不可以自己做。像平常的正常人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玩，他却不行。我们寒假都还可以去看电影、住饭店什么的，可是他都只能在家里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，都只能让别人来帮他。所以我希望他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和他儿子一起玩。谢谢。掌声不废话，真的太好了。我补充一下，真的好善良。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杨敏珍。哦，你讲的真好哈。其实彭伟老师他也没有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他在家里可以写文章，可以上电脑，可以画画。然后他有到今天来小学，然后生命教育分享，还有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他都有去教育生命分享，所以他还是有事情可以做，只是说他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帮忙，嘿嘿，对对对，他的生活照顾都要帮忙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比较辛苦一点。那谢谢你，讲得很好，谢谢你哦。哇哦，所以其实袁老师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他其实还可以做有意义的事，比如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所以刚刚干涉了，然后你说他的肚子还好啦，然后怪怪的，头发怪怪的，动机头发怪怪的，练了瘦下来。好，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协会的人哈，对。这个课程不是很特别，也很有意义。那你们今天有这个机会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在心里，然后要感谢在心里，然后之后要回馈，知道吗？要懂得回馈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感谢状，也要谢谢我们。好，来。写好的给我，我来送给彭伟老师。好，你会写好，可以写好了可以给我。我已经写完一张了。有写上面有你的名字吗？谢谢。哎呦，你盖了一个。不要看后面。不要看。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我已经交了。交了。好。这样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加油。可以吗？可以比吗？来，渐冻人，加油！加油！有没有大家都照到后面？可以照到。还有一个漏网之鱼，来，渐冻人，加油！渐冻人，加油！渐冻人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